你不是陪你的爱妾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多伦喜欢，我自然是很喜欢陶瑶。哎，可不是为何陶瑶在我身边让我反而觉得不是我想要的了。做做我们朝夕相处之后，自从你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之后，我每每总会想起你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看到你受伤，比让我自己受伤还要心疼。真的啊？我为什么要说谎呢？ 陶瑶的缘分已尽，她留在府中与我而言，不过是多了双碗筷罢了。我到现在才明白，谁才是与我共度一生的人。别以为你说两句好话，我就能原谅你纳妾啊！ 当然了，我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。我再观察观察吧。如果被我发现你宠妾灭妻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好，那谨遵娘子教诲。看来世界他不是因为太累的缘故，他是心中已经没有我了。那怎么办呀？ 咱们要不使些手段，把他夺回来。从今往后呢，你要是安分点，我可以给你口饭吃；你要是不安分，别怪我不客气啊，迟早是找人牙子给你卖了。我好怕呀！哼，知道怕就对了。不过奶奶，您恐怕没有机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。 因为奶奶马上就要离开孙家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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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你为什么要对我下去？你为什么要毒我？提出，你听我说啊！我早就同你说过了，他是清白的。如果他真是强盗，那晚就不会赌气跑出去。对不起，是我关心则乱，都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了。你平时嫌少和我说这样的话，这次见你因小野生气，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些高兴的。 地珠，我不能再等了，我立刻就要娶你，三书六礼我都准备好了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嗯